独立董事，李祖德董事，还有我们台北总公司的刘总财务长，还有我们台北总公司的孙总集合，还有我们今天的赞助单位台聚教育基金会陈玉斌高端。接下来我们族人正康正者因为不客前来哦，派他指派那个公研所的所长钟清旺所长，也谢谢所长今天抽空前来。接下来介绍环保局的蔡正轩秘书，那我们谢谢蔡秘书今天抽空前来，还有我们环保局的赖义正科长，好，我们谢谢科长，还有我们民族里正义里长，谢谢里长前来帮我们加油，还有我们徐志龙地委办公室的执行长徐伟志执行长，谢谢各位贵宾能够抽空前来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们非常感谢我们贵宾也抽空来参加这个我们的活动。